才是真正的我的世界。麦克尔 MC 起床战争，这一局叫做终极之战。完了，人这么多，快点锁住锁住锁住！没法换了，哟，这个上这个上这个上了，快走快走！那啊！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那一波其实反过来打他呗，就是不要就是啊来了来了快跑快跑，我们不要跑，我们直接还没刚，没准能刚一刀。啊！开始，兄弟们，我们是黄队，今天我们就要打败蓝队，把蓝队的这个嚣张气势他们打下去。来，这里有狙击棒，拿着狙击棒来阻止他们，让他们过来。大家一定要把枪给守好，这场战争我们黄队必胜。把枪快速的锁一下子。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，他们直接突过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找人多防守，防守，防守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他们过来，他们攻过来了，没有攻城了，兄弟们，快点，快点，全体集合，全体集合。刷！别杀，别杀！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，一定要守住！我先带点进去，金在上面。呜！现在很被动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不能这么被动的，所以我先把装备搞好一点啊。他们过来了，大家把家不要守着都这么厚啊，随便守一守就好了。守太厚的话，我害怕他们会直接杀过来的。哦 ，nice！ 蓝德家没了，我们直接杀到蓝德家的内部去，兄弟们，快走，跟我来，兄弟起来，你是被炸死的，兄弟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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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走上面的路线啊，直接跳下去 ，Let's go， 直接杀他们蓝队，把蓝队全部一并全部歼灭。打这个地方，下来了 ，Nice 啊，获胜了，太顶了，老铁们。